小伙子小姑娘，准备欣赏精彩的对决了，准备开战。众灵敦促我行动。快开打喽！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冲啊！绝不迟疑。紫邪恶国霸，啊，受伤，你的死期到了，黑暗吞噬，华战士撤退。我得喘口气才行。你的时机到了。哦，我得先撤退一下，交给你们了。绝不迟疑。是皮肉伤罢了，哈哈，就是这样，双杀。这么做值得。我在另外一边也是有好兄弟的，没问题。我们应该守住这座堡垒。你的时期到了，出发！选择天赋，负责隐瞒我身。小心，邪恶国霸！我们的永恒之战很快就会降临。没问题。恶魔，我要将你们逐出这片大地。紫邪恶国霸，出发。我得暂时撤退了。提高警觉，杀出！我要转移位置了。我的攻击招招致命。振灵，趁胜追击。招招致
秘，刻不容缓。凡人，快来！我要尽我的力与你这并肩作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各位，我得暂时休息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你的司机到了，敲烂他！刻不容缓，我们来招募一些佣兵吧。选择天赋，凡人，太帅了！我很快就到了，做好准备。起来吧，军师！保护你！暂时撤退了，我会把地狱的腐化消灭殆尽。恶魔，出发！姐妹，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们所向无敌，哈哈，连杀开始啦，哈哈，就是这样，必须换个地点进攻，保持下去。敌人死亡，光荣的战斗，让这里的烈火这里烧成灰烬。我超喜欢这样的水晶圣火的光芒，永恒不灭。姐妹，助我一臂之力。选择天赋啊！我明白了，敌人死亡，我的心灵我早就准备好了，面对自己的目标吧。Thank you.
身。见证天堂的力量吧！我只顾你的要害。这里的秩序，烈焰地狱要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，绝不迟疑。趁追击！哦，赞哦！就会现身，我的敌人也一样。生命回归我身。让他们来受死吧。杀出
出一条路了。你的时期到了，全部吃MVP.